小兰，你说我上又来找高沙去，对，他来过来接啊？这里是那个什么包？哦，你傻傻的呢，这很恐怖呢。是我17年前，可是在这里找到超级大的记录虫，当年的记录虫，秘密基地耶，可是为了你拼面子才来的，不然我十几年没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？ 快说啊！这里是我跟初恋女友常常来约会的地方啦。哎，卖逛啊！等等，可是我很想听。啊，这里阿毛毛，怎么找？跟白天的方法不太一样了。 那现在就不是躲在家里吹冷气了，晚上这个温度适合它，然后天体又少，它们夜行性动物就会开始爬出来活动了，抓蛇了。所以树干、树枝，整个甚至地上任何环境，这周遭森林里面都有可能它的踪迹。嗯，就是张大自己的眼睛哦。黑漆漆的看到什么了？你看看嘛。 哇，这样说说，什么都没有啊！没关系啊，慢慢找。那重点是晚上出来要小心自己的脚步，先看看有没有毒蛇，还是有没有一些障碍物，不要受伤，慢慢的看，就有机会了。不要急。哎，有了，高沙去，找到了哦。哦，晚上它会在枯木上。对，就是晚上就变成随机爬，因为就是它的时间了。 到处到处开party，到处找母虫。母虫很少见吗？像我们白天好像都没有母虫，对不对？是。整体数量观察来讲，母虫还是会比较少见一点点。可是还是有机会啦，继续找。这里是大本营哎。哎，又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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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又这里又一只。哎，又有了。这只好像稍微有一点点样子喽。 越来越大只，越来越有水牛的样子。你有稍微有信心了吗？我早就很有信心，我一直对你很有信心啊。真的假的？早上好像不是这样讲的。哈哈，继续走。来，母虫，母虫，母虫，看到。对啊，终于出现了。你看，仔细看它，感觉比较圆厚，身体比较厚，比较圆，然后身上有突出的颗粒状。哎，这是它的特征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胖胖，圆圆胖胖，很可爱。一整天只看到这一头。 少见哦，嗯，对啊，整个比例上来讲，大部分还是都发现工虫会比较多，对，母虫数量比较少。接下来就剩你的下课虫，大型工虫了，继续加油。哎，小兰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要毕业了，我要毕业了，你看看这一只，哦，好像有比较大一点呢。 怎样？你的下课虫出现了吗？下课毕业了啦，下课。那这样子，我看一下，啊，虽然有一点点水牛样子了，可是不要嫉妒好不好？没有，一点都不嫉妒。那个跟我当年那一只大水牛可是天差地远了。我们再加油啊，再撑一下啦。卖过工当年啊啦。啊，对哦，那赶快再赶快，不要给你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觉得今天有机会。 我明明就找到毕业虫，还说不是？难道这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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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方还有？还有什么奇怪的？哎哎哎，小兰，来来来来来，你看上面那只，我扁锹嘞，超大，真的假的？来来来，看一下看一下，你看那里那里。 呀呀呀！五宝五宝！哎哎，不是啊，你中大奖了，太扯了啊！哎，好像很大只哎！来来来来来，哦，你，好，我就说，哎，我把它摇下来，你要接住哦。哎，好，来来来，我拿网子，然后准备好我。
我等一下碰到它，它就马上掉下来，你要接住它。没问题，来。你往这边上面一点，还是这样？你的准确率有这么高吗？来就不得，真的吗 ？OK 了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一二三，好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没有中？没下来啊，在哪里？有啊，掉下来了、欸。没有啊，还啊，弄力啦！哎、欸，赶、欸、快找啦，掉下去了啦！哎、欸，掉这里啦！哎、欸，这里这里这里。刚哦，弄力啦，令子工准备好了。哎呦，网子还没放好，你就摇摇摇摇什么摇？你明明说好了啊！啊，弄力就够。啊，边毕业啊，延毕了，延毕了，延毕了，不管延毕。哦，没事，没乱，没乱。好不多啦啊，这个真的感觉很大呢。哦，都听你在讲，太可惜了，话都你在说，饭、啊、都你在吃，以后你自己打不来了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录了，不录了，不行了，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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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收工了，收工了。啊，这啊这不是，这什么？超大只的，啊，矿里面喽，矿里面喽，哪里？我第一只这么大只的，岩壁了，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在家啦。哦，你来嘛，需要出声就要惊死人。这个 Pink 他是我在地的一个朋友啦，就你别讲啊，啊吹到啊，哦叫惊死，真正啊，出一下声嘞，笑出来呢。哎呀，他有跟他讲说我们来这里找虫啊，他下班来关心我们一下，结果是你的福星，不然你就永远岩壁一辈子。哦，你看我头发有没有变白？哎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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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还好。哎，这只真的超大，超幸运的。你欣赏一下，太美了。好家伙，这个真的跟图鉴上的一模一样哎。对，就特大型的极限的牛角型的高沙巨人。嗯，对对。出来找了一整天，我有一个疑问哎，为什么都会在这种黑黑黑的地方出现？下午有看到，晚上这个地方也是。为什么？我小时候来的时候，我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他是不是吃什么什么木？我研究所有学过一堂课，老师那时候有提过，香港高度开发的，它几乎没有原始林。那他们的野生动物栖息在哪里？风水林，就是我们华人很相信风水林，所以有些庙宇或者是一些黑黑黑，我们今天的这种地方，为了风水的原因，有保存到了比较原始一点的森林。所以这些野生动物就被逼到这个角落，就是他们最后的栖身之地。所以这一类的动物可以名副其实的称为角落生物人。你看我们今天寻找的过程，旁边有垃圾车的声音，也有野狗的叫声，几乎就是在城市居家的周围。最后会变成这种传说，就是因为被我们人类所局限下的结果。对，也是他不得不的下场啦，尽可能都会提倡说减少野外的采集啦。而且高沙巨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哦，它非常的好饲养，很容易就可以养出大型个体，所以根本不用在野外采集。对，那今天就是带你来体验看看，了解一下它的生态。下课了，开心了，这个还好啦，下次不要来这么蚊子多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来啦，来啦，吃冰了，吃冰了。那、啊、你要吃吗？好啊，哦，来，你请客。好啊，哪有什么问题？在地的，在地。在地一下，在地，好，行行行，到位较好食。都嘛真好食。好，好 ，OK， 安尼好。收工。